可以给我一场浪漫的婚礼吗？当然呢。踏入红毯那一刻，很多人都充满幻想，但那也可能会是一连串麻烦的展开。很好啊，你们年轻人喜欢就好，你们自己处理，我没意见啊。网络红人彩牙嘎自拍搞笑片，点出了结婚前最烦恼的事。哦，他们就开36啊 ，OK 啦，好，36 OK 啦，好。哦，36，应该有含丙辰啦，吼。无啦，上次那个丙辰太另外啦。就对啦，你好，你招不你考进没你呀？惊喜哟，哦，那边古王丁，啊，应该不用啦，吼。要啦，什么不用要啦？无啦，你讲简单的。啊，简单啦，那些都最基本、最传统的，很简单啦，那不能省，不能省啦。不是啊，做复杂的嘞。你省了吼，那个姑姑他们会说话了。阿姨哦，也有叮咛我说，那些都不能省，是最基本的，知道吗？哎，不能省吗？我就跟你讲，我无所谓嘛。下降。我来50桌啦！啊，50桌，小寒呐，那还小寒？啊，很多叔叔阿姨都看你长大的，都要邀请他们来啊！不啦，他们要邀请我，不熟吧？哦，什么不熟？真的很不懂事嘞！那些我们都包税多少啊？我们要回收，给我们机会回收啊！从合八字、挑喜帖、桌数到致辞，长辈心里其实也都有定见。蔡阿嘎就列出至少10项得配合。很多网友看完影片都想说，结婚真的太多事情要注意啦。不过想要幸福其实不难，只要用心经营，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记者郭佩玲、吕婷婷综合报道。